美国洛杉矶蒙洛维亚大爱幼儿园日前开学，家长陪伴孩子报到，过了一个暑假，在老师的陪伴之下，孩子们很快就恢复上课的情绪。开学日进教室，有些孩子如此的快乐，有的则会经历这个过程。第一个月，每天都是来学校都哭，因为他不会听英文，也不会听国语，他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，但是一年过了，他现在回家也会讲一两句国语。蒙洛维亚大爱幼儿园教英文、中文，学生不一定拿笔写字，但会说会唱，待人处事，培养人文，还有善心与孝心。我们是很高兴，因为可以在这里学习小孩子的态度了、孝顺什么，在美国学校学不到的。参与孩子每一个重要的活动，记录每一段成长的身影，慈济教育所给予的，家长感受得到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蔡宜萱、高明哲，美国报道。